小秋，你没事吧？上车吧，我送你回去。小秋，小秋，如果你一直站在这里，你还想被抢一次吗？上车。有没有告诉过你，在这种情况下面，第一件事就是要放下全部东西，立刻跑掉。我包里有巨款，能够买你的命。包里有我要还你的2000块，我一直放在包里，就是为了方便的时候可以还给你。上次的事，是我对不起你，但看在我还算是个称职翻译的面子，请你原谅我好吗？我知道你不缺这个钱，可是如果你不要的话，我见你一次就会还你一次。这样吧，这个钱我是不会要的，如果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的话，你就请我吃一顿饭。那也行，前面那条街上有个大排档，我经常去的，可以吗？大排档？大排档是什么？大排档就……哎呀，去了你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啊，我这样不算原谅你。谢谢啊，我们走吧。哎，欢迎下次再来啊！你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来我们店里，是不是被我吓跑了？我出差了，青岛4个月。你说上海这么大，你为什么偏偏喜欢来我们店里啊？因为很干净，而且停车很方便。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啦。哎，我发现哦，我跟你说，我的脑子真的是缺根筋。哎，你想想那天你明明都已经失业了，你怎么可能又把车开到我们店里来嘛？你肯定不是司机呀，对不对？我是怎么想的？我可以理解你的猜测。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汽车，曾经有段时间，我都觉得我长大就是要当一个汽车修理工。真的？所以这样你就可以原谅我了。那你以后还会不会来我们店里啊？你要我去吗？啊？我就是想说，其实很多人都希望你去啊。如果你想我去，我就去。其实那天吧，我跟你说，我说话也是有点太重了。其实我这个人呢就这样哦，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来，那干了这杯，我们俩之间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干杯。我不喝酒。第一，我要开车，安全第一。第二，因为身体的关系，所以我不能喝酒。你喝吧，随意。那你以水代酒好吧？我们俩碰一下总可以吧？干杯！干杯！
今天这顿饭呢，我来请哦，千万不要跟我抢。你要不要少喝一点？我送你回家。我没有醉啊，你都没有吃哎。我跟你说，这个羊肉串呢非常非常好吃的，我每次来都会点很多，你吃一串嘛。这个是我。串还在你的嘴巴里，小秋，你真的喝醉了？喂，你醒醒啊，小秋！小秋这边，上去。这边站着。这边靠一下。这边不能。起来。你去那边坐一下吧。这边。坐，你告诉我你的地址。这边不能。你告诉我你的地址在哪里，我送你回家。小秀。那你先把鞋子脱掉了吧。小秀，这边不能睡。你要睡的话，去客房睡。我这边有客房。小秋。
醒了？嗯，嗨。我怎么会在这儿？你喝醉了，又不告诉我你住在哪里，所以我只好把你带到我家，让你住一晚嘛。这是你家哦？嗯。那我没有打扰你的家人吧？我一个人住。哦。我有点口渴，可不可以喝点水啊？可以啊，矿泉水可以吗？可以可以。嗯，谢谢啊。你怎么还不睡啊？啊。还没，我在后土。嗯，你是？建筑师。我早应该想到的啦，怪不得你要买那本字典呢。我认识的汉字不多，但是我的口语没问题。嗯。嗯，这么晚你还喝牛奶？小时候的习惯，一直改不掉。那万一要出差没有牛奶怎么办？去买啊，跑多远也要买回来。可以麻烦你到我的书房，把我的拐杖拿过来吗？哦，可以的。那你没有拐杖是怎么过来的？我跳过来的。我当然不好意思在你面前跳。谢谢。不谢了。其实你平衡能力挺强的，真的。是因为那次车祸吗？已经很久以前的事了。已经很晚了，你去睡吧。嗯，晚安了。你明天几点回学校？我明天9点有课。我送你。好吧，谢谢啊。嗯，晚安。晚安。Thank you.
起得早，先回学校了，不用送我。荷包蛋呢，是我最喜欢的早餐，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哦。还有，谢谢你昨晚收留我，谢小秋。我知道你不缺这个钱，可是如果你不要的话，我借你一次就会还给你一次。姬川，走。哦，这么丰盛啊！哎呀，兄弟没有白疼你啊。哎，这是我的早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不，你让我吃一口不行啊？起来，这是我的早餐。这么小气，哎呀。我自己去吃好吃的，人家老姜介绍了一个非常棒的点心店，味道超正的，就选哪个老姜？姜恒熙啊。哎，这是我的橙子。哼，小气鬼，自己去拿自己的。不要坐在桌上。欢迎光临，请问要点什么咖啡？啊，小姐，我找一个人。哦，里边请。啊，龚伯伯，李川，你可是有很长时间没有来我这儿报道了啊。上个礼拜你爷爷还给我打过电话呢。是吗？嗯，我最近在青岛出差，昨天晚上才回来。啊，我请你喝杯咖啡吧。好啊，那你先坐。啊。一杯大咖啡。啊，好好好，嗨，咖啡，好久不见了，你去度假了？没有。那你去旅游了？没有。那你去哪玩了？都没有。啊，那个，最近，不是，你喜不喜欢那个话剧啊？我最近发现一个话剧叫《面包树上的女人》，我最近比较忙，特别。不是，没关系，没关系，我就随便问问。对对对，咖啡好了，慢点啊。谢谢。怎么了？那个。C.K. 君，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啊？怎么了嘛？那是我先看上的。哦，所以呢，我就不能跟他讲话了。谢小秋，你也太天真了吧？你以为他会看上你这种人吗？你这种哪种？穷学生还是乡下妹？所以我就不配跟他讲话了，是不是？反正呢，人要有自知之明。童话要是发生在你身上，就是个笑话；暗恋要是发生在你身上，那就是一场空话。Excuse me， 先生，您还要点什么啊？水果沙拉。哦，好好好好，我做完之后马上给您送过去。谢谢。王立川，嗯，我要请你看电影。什么时候啊？
11点。晚上11点。对。好啊。你先去旁边等我下班，待会见。好。惹大祸了。Bless you。 你冷吗？不是啦，我是过敏性鼻炎。那就是冷，帮我拿一下。不用啦。你也会冷啊？没关系。好暖和的外套，好好闻的薰衣草味道。谢小秋，你真的没有动心吗？如果你习惯男人这样对待你，将来会嫁给很好的男人。对了，刚才一直在忙，忘了问你这么晚还来看电影，介不介意啊？当然不介意啊，看哪家？就是我们学校旁边有一家大众影城，晚上会放一些好莱坞的片子，今天放的是《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恐怖片？你喜欢看恐怖片？我帮你拿包吧。不用了。如果没有提出请求，不要帮我做任何事情。你这个人做事一直都这么一根筋的吗？是不是很难相处？那倒不是，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脾气算好的了。不对，算最好的了。是吗？那我的毛病也希望你可以接纳。你有什么毛病？固执，一根筋。我已经见识过了。鸡翅不错，你要不要？不用了，谢谢。爆米花吧。我不吃，全都是你的。其实吧，这个片子里有很多台词我都是会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看过四遍了。Quid pro quo. I tell things you tell me things. Not about this case. So about yourself. Quid pro quo. Yes or no? Yes or no, Clarice. Poor little Catherine is waiting. 你的口语就是这样练出来的。What is your worst memory of childhood? 你一定没有看出来吧？这个呢，其实很押韵的。哪里啊？ Quid pro quo. Yes or no? Quid pro quo. 是拉丁语吧？以物换以物。
Quid pro quo. 哎，别动！怎么了？你后脑勺长得很不错。后脑勺？我跟你说啊，这像七尺之躯呢，不如像三寸之鼻；像三寸之鼻呢，不如像一点之筋；像一点之筋呢，不如像骨。像骨最重要的区域就是后脑勺了。你是在说文言文吧？和香蕉人根本没法交流，干脆送他一本汉语词典好。算了，我告诉你吧，其实我呢会像骨。OK。Prove it. 怎么样？有找到神奇之处？大难不死，福禄寿俱全。怎么了？这一段不恐怖啊？再说你不是看了过好几遍了？我不是害怕啦，我是怕血。怕血？嗯。可是这里没血啊，看吧，有血的时候我再告诉你。没有吗？嗯，没有。真的假的？嗯哼。血要出来喽。割人皮喽！啊，讨厌了！过去没有？还没。哎呀，怎么那么慢呢？正要割呢。割完了吗？割到一半了。割到一半了，割完了。哎呀，怎么那么久了？我平时看的都明明没有那么久的嘛。没了没了，没了。啊！就这里就好了。哦。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下车陪你走到宿舍门口。现在有点晚了，我不放心你一个人这样走。啊，没关系的，真的不用了。你知道，如果我送你到这里，然后你走着走着突然失踪了。在法律意义上来说，我就是头号嫌疑人。哦，那好吧。等一下，我帮你开门。就到宿舍门口了，但是我宁愿你拿出你的耐心，慢慢的陪我走。当然可以。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建筑系的那栋楼特别好认。为什么？因为凌晨三点的时候，自习室的灯都是亮着。哇，那个时候你功课就这么忙啊？我入行之后，几乎每天都加班，我根本没有休假。怎么？我看起来不像建筑师吗？啊，不不不，想想想，那你一定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吧？我从小，父亲就叫我每天吃完早餐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 to do list， 应该是一个。家庭习惯吧，一定要有计划。怪
不得，怪不得你知道那个单词 ，ataxophobia， 你是不是有混乱恐惧症啊？算是吧，家族病，也是职业病。我跟你呢就正好相反，我是属于那种到处都乱糟糟的，也不爱收拾。我这叫什么症啊？清洁恐惧症。不是，这叫懒惰。锁了，大门锁了。嗯，这样吧，那这个还给你，你先回去吧。那你怎么办？我爬过去就好了。爬过去？你别开玩笑吧，这这么高，你怎么爬过去啊？很简单的。喂，小秋，真的，你下来很危险。一定很危险的，万一你受伤了怎么办？真的没事的啦，平时都可以爬的。平时？哎，不行不行，我找人帮你开门，你等一下。喂，有人吗 ？Hello， 有人吗？警卫，警卫 ，Hello， 你睡觉了吗？喂，哎，小秋。小秋，你干嘛？快下来，很危险的。你看，很简单吧？你这围墙不就爬过来了吗？下来，快，小心点，踩好。哎呀，吓死我了！好了，你快回去吧，拜拜。拜拜。王先生，这是在客厅捡到的，您还要吗？这个放在我这里就好了。行，那我先走了。谢谢。再见。客厅不能睡，小秋。说一下，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你的工资？老板什么时候来啊？我想自己跟他解释一下。Thank you.
小秋。啊。工作服记得要还回来哦，不然要扣押金的。一杯咖啡，一片粗麦面包。嗯，你来的真巧，我们这儿刚进一批新鲜的咖啡豆，这边刚煮上，要不然你先去做，我等一下给你送过去。哎，不用了，我在这边等就好了。你上班的地方一定离这儿很近吧？啊，不近。那就是你住的地方离这儿很近。也不近。不好意思，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叶静文，我爸姓叶，我妈姓文，他们都是搞学问的，希望我不要太吵，所以叶静文。你好，王雷川。你好你好。咖啡好了，然后这个是我送你的饼干，这个味道不错哦，尝一下。谢谢。哦，对了，小秋什么时候上班呢？哦，你找他有事啊？啊，没事，问问看。他辞职了。哦，谢谢，没事。那个粗麦面包我等一下给你送过去啊。喂，立川。小秋，我在客房捡到了一个发夹，上面有一个银色的爱心，是你的吗？啊，是我的，那是我弟弟送我的。我去了咖啡店，听说你辞职了，出了什么事呢？主要是因为期末嘛，时间挺紧张的，而且我还想拿奖学金，所以就没有时间打工了。那你生活会有困难吗？不会不会，我平时还可以接到一些临时翻译的活。要不这样吧，你来帮我，我正好想找一个中文老师。王立川，你确定不是在搞救济吗？救济？我真的是想找一个中文老师啊，而且我觉得你还蛮适合的。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我当然乐意效劳了。那一周两次，费用按小时算。我不收钱，怎么能收钱呢？你帮了我那么多，我可以免费的给你做中文老师，义务的。不收钱怎么可以呢？那你要实在过意不去呢，我教你中文，你帮我改一下论文好了。我们一周见两次，我教你90分钟的中文，你帮我改30分钟的论文，怎么样？好，那我们明天开始，下午1点怎么样？好，那明天下午1点在我们学校图书馆1楼阅览室等你，你到了给我打电话。好，那明天见。明天见，拜拜。快点啊！喂，不好意思啊。
让一下，先生，图书证。没有图书证的话，你可是进不去的。哦，我没有图书证，我是来找人的。哦，那不能进。我打个电话吧。好。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can.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哎，王先生。叶。叶静文。你怎么有空来学校啊？我是来办点事的。啊，嗯，你是来找谢小秋的吧？小秋他不在。他出去了。他出去了。嗯。他的手机也不通哎。哦，嗯，他好像有个高中同学来上海找他玩，他去火车站接人了。您的事急吗？不急。我是来学中文的。学中文啊？那你可找对人了，我就可以教你。我呢有全国普通话的一级证书，全市的演讲比赛还拿过第一名，教你足够了。没关系，我已经跟小秋说好了。那一个老师够吗？学语言的密集度越高越好，你有没有想过请两个老师啊？这样吧，我哥也在上海，我觉得他也需要一个中文老师。这是他的名片，你跟他联系一下吧。你哥啊？谢谢。不客气。那我先走了，我还有点事。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丽顺怎么还没来啊？哎呀，手机坏了。我一定是错过立川的电话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手机可不可以修啊？这个啊，坏了。坏了，再换个新的吧。啊，可是就碰了一下，你看这边这都没坏啊。这再高级的手机呀，都经不起摔，何况是你这种牌子是吧？在我这看一下吧。看你是学生，给你打个折，怎么样？这款还有这款都挺适合你的。算了，不用了，谢谢啊。小秋，可算找到你了。师姐，电话怎么打都打不通。哦，我手机坏了。啊，萧官有个急活口译，你估计也没什么时间准备了，有空吗？有空啊，几点钟啊？他说如果找到你的话，让你3点钟在图书馆门口等他。哦，时间差不多了，我还得准备准备。他有说要去哪吗？是一家画廊的开业典礼。那你对绘画、艺术之类的词熟不熟啊？米开朗基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哎。别漏气。
为了把你推出去，我可是夸下海口了。我说你舅舅是著名的画家，从小就是在艺术的熏陶下长大的，对于中西画派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吹牛不上税啊！手机能不能借我用一下？好，给，谢谢啊。喂，立川。我今天去找你了。那个，我手机坏了，所以我没有接到你的电话。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啊，我还在那里一直等你。嗯？你同学说你去车站接人？什么？就是你在在咖啡厅一起工作的那个叶小姐。我哪也没去，我一直在那里等你的。啊？我今天下午有点忙，改明天好吗？同样时间。好，那明天咱们老地方见吧。好，明天见，拜。再见。等很久了。嗯，还好。你师姐说你对绘画很熟，是不是？啊，还可以吧。哦，这是今天的资料。哦，你今天的任务是要陪同一个叫 David 的美国画家，这里面有关于他的画风、流派、师承以及作品的销售状况。还有，今天画廊的老板是我亲戚，是上海有名的本土画商。这么多资料，两个小时不一定翻得完吧？我只能给你一个小时。另外一个小时，要带你去买衣服，抓紧时间准备一下。买衣服，这身不行吗？啊，还可以更好。走吧。哎，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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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你们认识谢小秋吗？谢小秋啊。哎，对对对对对，您找小秋啊？啊，您是？啊，我是他父亲，从云南来的。啊，那个小秋不在，他好像没回来呢。上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不知道。啊，好啊，谢谢啊，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再见，走，再见。先别急着吃啊，先纠正你一个错误啊，这个秋鹭芙蓉图的鹭呢是鹭鸶的鹭，是一种鸟，不是鹭水的鹭。那鹭鸟的鹭应该怎么说啊？ Egret，E-G-R-E-T。 谢谢师哥指点。哎，好了，吃点东西吧，来。要吃点什么？我帮你拿个盘子。哪个？这个吧。这个好，我来帮你拿。谢谢，你要吃什么？我就不吃了。现在这个价格，好吧，已经涨了五倍了。Sorry, I'm late. Hello. 早安，好，哎，请。既然迟到了，就得罚杯酒啊。哎，恒信，王先生不能喝酒，不要为难他了。李川啊，这是我表弟萧关，他是九通翻译社的社长。萧关，他是 GMF 的王总，王立川。你好，王总。你好，肖司长。我们九通跟贵公司的翻译部一直都有良好的业务往来，我跟令兄纪川先生也见过。
我们喝过一次酒，我还特意让他叫你过来，他说你不能喝酒。是啊，纪川特别能喝几杯。你才吓死我了吧！这个年轻人，没想到谢小姐的艺术背景这么强大。我也喜欢绘画，不如你陪我欣赏一下，顺便指点指点。其实我也不太懂绘画了，不过你这个设计的画廊，我倒是很喜欢这种风格的。嗯，当然我的观点也很业余了。我被恭维了。嗯，那王建筑师，我想请问一下，你的这种设计属于什么风格啊？自然风格，尽可能希望超越时代的局限。那是不是就像庄子那样？庄子是我最喜欢的哲学家，在大学的时候我都选他的课程。哦，这个年轻人很有想法。有件事情我还是要跟你坦白一下。还是就其实我舅舅他爸根本就不是一个画家，他是个泥瓦匠，小学都没有毕业，而且我根本也不懂什么艺术，我来这里是给一个美国画家当翻译的。哦，肖社长他刚才一直在替我吹嘘，那是怕别人怀疑我的资历，你千万不要信就对了。笑什么了？没关系，你比很多人都诚实。我是觉得吧，其实艺术这个东西根本就不需要解释，因为呢它可以直接的敲击人的心灵。虽然我不懂艺术，但并不能代表我不能欣赏美，对不对？像我这个人吧，我就属于那种直觉偏强，悟性偏高的那种。才坦白完就开始吹牛了。我说都是事实啊。你看，嗯，这幅画的构图很漂亮。既然是事实，那我们就来看这一幅画吧。啊。画的很好啊，非常不错。嗯。那可以解释吗？解释啊。老实说，鄙人心智愚钝，我也看不懂。但是既然你有这么高的直觉，这么强大的悟性，那你来说说，这幅画你对它的高见是什么？高见啊？这幅画究竟想表达什么？我只知道它是后现代的。啊。
后现代。对啊，你看，就像他画了一个人的脸，对不对？人的脸，人的脸又代表什么了？人的脸是公开的，每个人都能看见。那么这张脸呢？这张脸又和人的身体重合，身体又代表什么？身体是隐藏的、隐藏的、有欲望的、不可见的。那么这张和身体重合了的脸，说明欲望由隐藏变成了公开。OK， 他若是再问我，我就要露馅了，我得反击。那这个上面有这么多的文字，文字又说明什么，代表什么呢？王立川同学，你说说。语言。哎呀，终于把这个人引到我的学科范围里来了。对了，语言，语言、声音、文本，非正式传播。所以后现代的欲望要通过文本来获得满足，而不是。比如短信、博客、电子邮件，这些承载了他们手机啊、电脑的，已经成为我们身体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器官。Bravo！ 不敢当，只是我一点粗浅的看法。这是我今天听到的对这幅画最大胆最新鲜的解释。常言道，千金易得，知己难求啊。可惜的是纪川先生不在场，要是他在的话，听到谢小姐这番精彩的解释，一定会觉得很有意思。我也特地的转达他了。你哥哥也是画家？我们全家都很喜欢绘画，这幅画也是我哥设计的，你看。我想听听你的高见。林川。嗯。小秋，你怎么样？没事，他没事吧？怎么了，小秋？小秋。大忙人，如果有事可以先离开，我这里一个人照顾他就可以了。你们是？啊，我是他师兄。你跟小秋，你们认识啊？啊，我们在 GMF 见过。啊，对啊，你瞧我这记性，我派他去你们公司做过一次翻译嘛。啊，对。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啊。喂。小关，你能过来一下吗？你有什么事啊？我们见了面说好吗？你在哪里？老地方。小秋，我有点急事，可能要麻烦王总送你回去了。嗯，
没关系，交给我。那麻烦你了。你怎么没有告诉我你有晕血症？我很少犯的。那你还看恐怖电影？我以为那样可以治好。你是天生的，还是有什么心理因素呢？我妈妈生我弟弟的时候大出血死了，正好我亲眼看见她这一幕。其实你可以尝试一下脱敏治疗，每天可以喝一点红色的，比如说番茄汁或者是红酒之类的。笑什么？我觉得你很奇怪，别的人知道我有晕血症都跟我说要少碰红色的东西，少看红颜色，只有你让我做脱敏治疗。啊，你看，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它就是我的腿。只要你肯花时间训练自己，很多的障碍都可以克服的。你也可以把不自然的变成自然，这叫第二自然。第二自然。那我以后也要慢慢练习。艾玛，怎么又喝成这个样子？到底谁又抛弃你了？有钱吗？要多少？啊？王八蛋！把我的信用卡，把我的信用卡都给停了！我也只有2000块，拿着。这2000块只够我用一天的。一天够了？你勾搭男人只要1分钟就够了。小姐，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你发什么神经啊？钱拿好，拿好！我发什么神经啊？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你干嘛对我凶？他为什么可以不接我电话？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你怎么了？怎么了？到底谁又欺负你了吧？啊？他不肯离婚。谁不肯离婚呢？唐谦。他结婚了。哎，小心点，我送你回去吧。艾玛，手机给我。唐谦，给我。我告诉你，不要再给我老婆发短信了，我手机号已经改了，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身边有其他的男人。混蛋，干嘛？不要，不要，不要卡了。怎么样？你还看不清楚是不是？本想说，本来明天可以再找他聊一聊。现在你把他打了一顿，看来我跟他真的彻底没戏了。艾玛，那你回去我走，以后这种擦屁股的事你不要来找我。你干嘛对我那么凶啊？我又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不要忘了，我的第一次给了你，我
我还曾经怀过你的小孩。那是你自己不要的。你给我站住！不要叫我。你混蛋！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给我回来！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嗯，大学毕业后我就留在美国了，后来回到瑞士。上海的 GMF 部门是我哥建立的，他做了三年，后来就调到总部了。我是他的接班人，也差不多三年了。可是，你跟你哥真的很奇怪，你脾气这么好，你哥哥那么凶，你们俩是不是一起长大的？是一起长大的。没错，我哥哥的个性是比较急，但是你熟悉他以后，其实他的个性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嗯，那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这样子吧，做建筑的对不对？嗯。接下来往下的，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烦。嗯。我哥也是，我爸爸妈妈也是，我爷爷，我外婆，我外公，我叔叔姑妈，堂兄堂弟都是。哎，奶奶不是。我奶奶也是，她跟我哥哥是室内设计师。你家的家族史真的很乏味。不都说同行是冤家吗？你们家为什么专门找同行啊？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建筑师吧，没有时间谈恋爱，所以大家都觉得找同行的比较省事。你已经躺了一个多小时了，你的脸色怎么还那么白啊？医生说你躺十分钟腹射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因为呢，我擦了粉，化了妆。年纪这么小化什么妆啊？装成熟不可以啊？Mm-hmm.